黑胜者，你真的可以嫁嘞、欸！不要乱说。不行，小飞哥哥要跟我结婚。又成小一哎，七岁，所以需要爸妈陪在身边的时候。他没有妈妈，唯一依靠就是那个冷血老爸。有你在啊，你忘了吗？我请你当他保姆。不是结婚啦？为什么不是？很漂亮啊。悠悠啊，你喜不喜欢小飞哥哥？喜欢啊。爸爸，小飞哥哥到底去哪里了呀？我也想看一百天了耶。只要小飞不在，就会把家里用乱七八糟。你还不是一样？妈妈。不断